今天呢，由于我们市政府呢愿意这样做，这样改变创新，那我们用心做这个有这么好玩游戏场给小朋友玩，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，他们带着感恩的心要来感谢市长。那我们展展来，你也带着你的画作，他今天早上特别从高雄坐高铁回到台北来，他特地就是带上他这一幅画作来送给市长，来，这个画的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市长本名知道了，一看就知道是这个，哎，看一下，这个是烟囱游戏卡，烟囱游戏卡它代表的什么意思啊？它反映着华山的文化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秉承哥哥，我们的秉承哥哥呢，他也特地很用心的画一个画作要送给市长伯伯。那秉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吗？我画的是水沙世界。水沙世界哦，等一下没有下雨的话，我们会导览公园也会讲到哦。哦，水沙世界，那这边好像有坐着一个人，这是你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你哦。那这边有一个人在抓头，市长阿贝，市长阿贝，那他为什么抓头呢？因为呢，我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市长阿贝的市长队在背后脑力激荡，为我们发展更多好的共融游戏。真的，我好会讲话哦！真的，你们在玩，我们不是在旁边看，我们是在想 ，OK？这边有绑两个辫子是我吗？对呀、啊，纯粹以上纯属刚好碰巧。好，那我们展展呢？我们秉承哥哥，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讲，他说他想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来，我先拿着一下，就是呢，他每天开着他的无敌战甲车，然后他跟发现一件事情，他觉得他就写一封信要给市长阿北，他就一定要有一些话要跟您说，你可以打开来看。那因为由于呢，我们这个。今天是感恩的心，所以我们的秉承呢也非常的带着感恩的心来，我们秉承帮我们念一下，你写什么东西给阿飞呢？好，柯市长您好，我是每天以电动轮椅代步，真实开在台北市的路上，上学散步抓宝可梦的小学生。抓宝可梦。我注意到，除了共融游戏场的设施，这两三年以来，我家附近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都是有整修的，让我可以安全进出。尤其最近连搭公车都发现配置好安全带，司机也愿意好好帮我固定。我感受到台北市一直在进步，谢谢阿北和市府团队的努力用心，台北一定会更好。谢谢阿北。哇，好感动。回应几句话一下，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。好了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每天也坐公车上班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坐公车，你知道，所以我都会检查那个公车哪个地方不好，然后先跟那个交通局长说，我今天坐那个公车哪个地方不对。是，真的。好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是啊，那个秉承哥哥来，因为我们对他也偷偷告诉我说，他一定要跟市长阿北来个大合照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我看到这边还有写个英文，你刚刚没有介绍到这个英文呢，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？Every child deserves to play and smile。好感动哦，那我们现在我们大人都这么感动，一直笑，可是小朋友听不懂，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。好啊，这个是画的，那让阿北来帮忙。各位讲。你是小学几年级学英文？6年级。啊，6年级有英文有教到这么难吗？没有，我自己学。你是学的？你不是念双语国小的、啊？我记得我们那个北师大不是双语小学、啊。我们那今年九月有13个双语学校，但是印象中这个不是里面的。写的意思说，每个小朋友呢都值得去玩，每一个小朋友都应当玩，那有那微笑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任务。你这人应该得到。对。好，来，哇，你也不太厉害呢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平常呢，我们的话跟阿北还有大家张上面好不好？他今天一直想要跟。